大概30分钟里面就有毒性发生。他中毒的症状就是有一点或者恶心啊，然后他有一点那个口干舌燥，然后就全身会发烫，那脸会潮红，身体部分会潮红。好，除了医师提到的症状之外，还可能会出现幻听、胡言乱语、意识不清楚，甚至是抽搐、陷入昏迷，千万不能轻忽。而这一家五口其实是误把曼陀罗叶当成原住民美食的甲酸甲叶包进米饭之后吃下肚，没想到就出现了中毒症状，还好紧急送医治疗，已经没有大碍。